大概现在是2015年10月10号的晚上，接近23点11点了，晚上十一点，快十一点了，还三分钟哦，两分钟。那哦，这一段呢是医学昆虫学之二了，是第一炮，那基本上引子。第二炮现在这一段也可能是引子，不高兴可能把它撤掉或把它销毁啊。是那第一段哦，很不紧凑。好，我们到史刀那边去看了。是啊，看看哦，已经开始在录影了 ，OK 啊，继续。是啊，那就像我从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再下一篇呢，那刚那个出血热我没有仔细看，因为很乏味。那这一篇什么东西？看看。是啊，这是微翅目的昆虫，微翅目微小的微翅目是什么？跳蚤之类的。infestation 啊，而不是在哪边，就是是啊，是市区的狗啊，市区的犬类啊，是哪里？在巴西的是东南边呢、啊，巴西东南边的是市区的狗啊，是它的这个动力学是动力的是动力是大家动是动线嘛，或者是相关联的 ，OK。那虽然上面写狗，但下面那个文章的 abstract 是摘要。是那猫藻呢？那猫藻 ，Phytophthora 的猫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寄生虫啊，就是体外寄生虫。那一般寄生虫分两大类，一个内寄生虫，像蛔虫、钩虫、蛲虫啊。那外寄生虫呢，体表外面的、啊，不会侵入到体内的。那像跳蚤啊、虱子啊，那都是外寄生虫。OK， 那这刚才讲的猫藻，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外寄生虫，寄生在狗啊、猫啊。全世界都有这种感染的现象，导致这些动物呢是感觉非常非常毛躁，是啊，它基本上也当做宿主，是那对狗跟猫来讲呢是一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就导致就是过敏性皮肤炎的原因呢 ？OK， 这剪进来就不能放大了，就是看起来还是蛮吃力的，这样看起来。那虽然呢，那天气变化会导致它的族群呢，那有高低起落，是那基本上还是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我看重点啊 ，OK 啊，meteorological 是气象学的资料呢，是包含了温度啊，这降雨量啊。以及那个是中间的湿度的是平均值啊等等都记录下来了，是啊，就是逐月逐日的记录下来了，是啊，就是他做这个研究非常重要，那湿度会影响到那个微气候变化，那像藻类这东西对微气候是有一定程度的敏感的，好了，这么小这种方式不太妥当哎。是啊，我们弄出去好了，到 home 的地方去啊，也许到 home 的地方去 OK 啊。archive 的话，到 archive 就是到档案里面去看看，到档案里面去看看。档案的话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把它不会局限在那个荧幕上面，如果它点进去的话，必须局限在很小的框框里，没办法放大，那字就缩小了，是真奇怪，好了 ，September OK July 到 March 去，好的是三月份的，今年三月份的，它速度非常慢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那个是，就是节肢动物，以节肢动物的，是宿主，那跟它免疫关系，我刚刚那个看过了 ，OK 啊，我看看看哪一个，我这样选择看看，这个好了，那通讯好了，短通讯好了。看看喽，
Gingenjermon， 倒数第二个就是那个雌雄同体的状况，猪蝎类的雌雄同体。是啊，那 Akari 在这边啊，那昨天我们讲 Ascaris 那是蛔虫没错，那这边 Akari 就是跟这两个字就搞错了，是吧？这 Akari 倒数第二个是 Akari 的地方哈，那就是是啊，那就是猪蝎类的，是猪蝎的螨虫啊，什么样螨虫或恙虫之类。那昨天那个蛔虫是不是很类似？那在 Ascaris 就是 Akari 是不是？是啊，是不常接触的话，还有到纽约州的，快看啊，是啊，我们点进去看看吗？那倒数最后一个那 mice 就是螨虫了，是吧？就是寻找宿主的行为跟就这种螨虫寻找宿主的行为，在那个植坯上面，就是草植上面，就是植物上面，植物植坯上面，寻找宿主的特别行为，说哎，点进来了，哦，点进刚那个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猪蝎类的，是吧？我看看喽。是，它是雌雄同体的话 ，simultaneous occurrence of both male and female， 就 typical 嘛。这讲的是它是雌雄同体的状态，哦，不是行为状态。我们点出去吗 ？previous 好了，速度非常慢。这个网站好像是经营的不太妥当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忘了我那么慢的话，基本上全世界都是那么慢的。就我在别的网上没有这种状况。OK， 这什么东西？那缺乏证据什么东西？这实验室里面跟自然状态一样的垂直感染，怎么样垂直感染？蓝色舌头的蓝舌的那个病毒，什么叫蓝舌病？哦，是双翅类昆虫 ，Ceratopogonin 的是，差那个这个意思啊，双翅类下面那个字 ，Diptera 后面那个字是。有脚就是长脚，头上长脚。那 Pogo 呢是那个胡须的意思啊，或须发的意思，须毛的意思，就是长脚的须毛。这可能是双翅类昆虫里面一个成员，一组成员。那双翅类像那蚊子啊、苍蝇都是双翅类的。我看看哦，是北美洲呢，是蓝舌病毒，是蓝色舌头的病毒，蓝舌病 BTV 是一个专有名字啊。那蓝舌病毒呢，是感染的是家禽家畜啊，那基本上是有非常跟着季节有非常大的变化。哎，那通常出现在那个仲夏跟那个是秋天呢、啊，是在那个像那个加州啊，是比较温带的地方。那这个现象，因为分布到我温带这个现象了、啊，那是让我们获得一个概念，说哎，它可能是啊，这个垂直感染就是病毒在那个蚊蕊，它是蚊蕊就是结穴在水里头，病毒怎么会在结穴里面生存呢？是一种潜在的机制，什么样潜在机制？跟季节。允不允许让它这样存在的一个状态啊，有相关联 ，OK 啊，就度冬的状态，因为那不管任何生物叫度冬，冬天的话就环境比较严酷嘛，所以是啊，这病毒不容易存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大概是这个意思 ，OK。我看一看，看我们跳过很多行了，嗯，垂直感染呢是垂直感染。垂直感染就可能是像人类垂直感染，就是孕母啊传递给胎儿嘛，他肚子的胎儿，那类似这个状况，那他可能是说蚊蕊是不是？是，就是蚊子产卵，直接把那个母体的病毒传到那下一代卵里面去了。OK， 也许就是这样子吧。好，温带地区大家看过一次，再往前 ，previous， 往前。这是什么 ？County scale distribution of Amblyomma 什么东西？基本上也是猪蝎类的，厄克拉荷马是，也是是啊，是恙虫啊，恙虫或是恙虫或蜱虱之类的。哦，地理分布 ，OK， 大概就是生物分布学的问题。再往前。评估那个床虱啊，是臭虫抗。